羊头先生，王维中最快17日红白战登板。MC 春俊基本体能训练到13日结束，15日就开始打队内红白战，王维中与 Wit 将于17日红白战登板，让教练团好好检视调整状态。金青文特别强调没有负担的春训，希望选手照住调整节奏走，不要过快，不要受伤为最大春训前提。金青文认为 NC 球团今年要团结，特别是 KT、 三星、乐天与 LG 都有补强自由球员， FA 昌原恐龙这个球季会面临很大挑战，球队一定要合作作战。以 NC 本土先发投手张宪植、李在学与具昌模来看，王维中与 Brett 如果春训调整没有落差过大，应是 MC 开幕前两号先发，金青文将在春训盯住看。韩职十球团30名洋将名额目前只差三星师一人没找好，球团说法是要等待大联盟 MLB 春训被刷下来的选手，就算等到3月也在所不惜。